和尚啊，伫主的名来下得着阿罗，伫主欢喜下。和尚啊，咱会上请起立。咱三甲来做念上帝所予咱的时代。第一届，我以我天下无白的上帝。第二届，唔通为着家己了解偶像。第三届，唔通滥伤前途了我你的上帝的名。第四届，要记得按照你修理罪行。第五届。要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。第六届，唔通害死人。第七届，唔通行家己路。第八届，唔通偷窃。第九届，唔通做假见证，陷害你的子女。第十届，唔通贪你的子女的厝，也唔通贪你子女的宝。多多如意无如意，一切业主你一切所为。请咱有缘兄弟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感谢主，阿罗主。在2000多年前，你有多情肉体来到世间，来传扬上帝国真理，活命福音。为了疼阮正世间人，担当人的罪责，真侪赎罪羊羔受定伫十字架顶，总是你有较赢事实的关系，对死过我，也因为主你的过我，我属于主你的百姓，有永远活的盼望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啊！伫主国歌这个欢喜庆祝的时刻，我来再过一遍来思考、来反省。阮是毋是辜负主的救恩？有遵照主的教示，疼主你的上帝，疼人亲像家己啊？伫阮的生活，是毋是顺从家己的意思、家己的需要？较过头尊重的主的旨意，那那亲像的圣经所记载，我所喜爱的好，我无去行；我所唔爱歹，我反转去行。主，求你怜悯我的两者。那今仔日也是阮华人一个要紧的一个节日，是清明节。追思少年阮过往的亲人，若是阮确信生命是对天父上帝的赏赐，阮有一遍生，有一遍死，有一日，阮拢要倒转到底天父的祖家。信靠主的人有永远活，感谢主。但你爸爸赐予阮这个恩典，阮有这个福分，也求主你帮助阮，会当将这个活命福音这个好消息来报予较侪人知。啊，伫主国活这个欢喜的主日，阮献花堆，来用着真好听、水的歌声来阿罗来感谢，啊，求圣神。这时降临在阮的中间，帮助阮明白牧师今仔日所传讲真理信息，同时也求主你祝福，牧讲甲听的人天天得到你稳定。我安尼祈求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，阿门。Thank you.
请坐。这是你，咱三个来听上帝话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到第9节，第二位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44节。头一位圣经，马太福音28章第1节，安息日后7日的头一日，天父光抹大粒的玛利亚甲别的玛利亚来要看迄个梦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主的天使对天落来，拨开迄个咒，来坐伫顶面。第3节。伊的面貌亲像死人，衫底亲像死，过瘦的人因为惊就尿尿纸，变亲像死。天使应遐的负责人讲：“恁唔免惊，因为我知恁在找定时二家的耶稣。”第6节，伊无伫遮，因为伊已经过我，照伊所讲的，恁来看。住所倒的所在，也着紧紧去甲伊的学生讲，伊对死人中告我，也要大声恁去加利利，而且恁要看见伊，我已经甲恁讲了。第8节，因紧紧离开王，也惊也大欢喜，走去报伊的学生。忽然，耶稣拄着因讲平安。第2位，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44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，死人告我也是安尼，所也也是未休乱。死人。来，凡是42节，死人搁活也是安尼，所也也是未休乱，搁活也是未休乱。43节，所也也是灵肉，搁活也是阳光，所也也是软正，搁活也是勇敢，所也也是血气的形体，搁活也是心灵的形体。若有血气的形体，也有心灵的形体。以上，